当妈妈也是有想要变漂亮的时候啊，但是又会很懒得化妆，因为根本时间都不够，该不会都要这样子黄脸婆的样子出门吧？那到底要用什么办法才好好的快速的上妆呢？不要急不要急，就是这支美肌棒，金色的，有没有超美啊？这边还有一个蝴蝶结的设计，超可爱吧？只要你拥有这一支美肌棒，其实你上班、上课、通勤、约会、临时出门用它这一支，其实也不怕迟到或是上妆麻烦的问题喽。因为它这一支呢，就是粉底条，但是它粉底条呢，它突破以往对大家的认知，就是厚重，底妆很厚，好像上那种补土那种感觉，其实不会哦。它这个非常的轻薄透，所以呢，它的底妆呢可以有那种光泽感，但是它不会厚重，它的滋润度也非常够哦。那它中间这个小花就是提亮的，那外面这一圈呢就是粉底。那它是没有分色号的，它会自动校正你的肤色。那还有附赠就是一个海绵头跟刷毛头，那你可以去依照自己的习惯上妆的方式去做选择。那我自己的话会先用这个刷毛头，先去把底妆整个全部都刷均匀之后，再用这个海绵刷头去拍压它，就是会让它比较更服帖，它的遮瑕度会提升哦。那我自己会先用刷头先把它刷均匀，你看上完妆就是很有光泽感，这边是还没有上妆。如果你想要遮瑕度再好一点，就是再轻轻的抹上一点，再使用它的海绵头，它的头是可以直接做替换的。我现在这样是第一次做遮瑕，这是第二次做遮瑕的样子。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底妆，我的底妆呢现在就是用这一支粉底条，它的底妆非常的透薄，但是它遮瑕度算可以接受的，所以呢我这一支粉底条我还蛮推荐给学生们，还有上班族，还有辛苦的妈妈们，跟我一样，如果时间很少，可是又需要美美的出门，可是又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在上妆上面的话，这一支粉底条推荐给你们大家哦。